Hello， 大家好。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游戏 demo Steam 平台啊，最近一周都是放出了超过1000款，差不多非常多的新游戏的 demo， 可以说是一个狂欢周末哦，狂欢周啊，大家赶紧去领吧。啊，我已经领了10几款了，然后都把它做成饰品。现在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叫做家居装饰物品，是俄罗斯方块。也的这个一个游戏啊，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玩法，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哎，我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啊，这是上一年挺火的一个游戏，就是把一些物品从这个打包好的纸箱里面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放好，就具体放哪里的话就是比较随意一点。这其实是一个挺悠闲而且带一点解压的一个游戏啊，不错哦，这种游戏。但是这种游戏其实更适合在手机平台上玩，我自己觉得，但是也无所谓了。怎么感觉这个像哆啦 A 梦的八宝袋一样，东西还是这么多。这是怎么过关的？哦，我明白了，把它全部给它搞出来就行。这里会减少呗，减少，然后一直就搞着搞着就没了，并不是无限的。那我就不害怕，我一开始害怕它是无限出来的这个物品。你看这个卡带还跟这个收音机，不是，这是这个磁带啊，就跟这个磁带机是配套的。还不错哦，哎，完了哦，啊，还有一箱啊，我操，足球，这可打开，好，那里面可以放东西，奖杯。其实你们看着这些物品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推理啊。首先，这是一个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很有童真，所以你看他什么玩具都有。然后他很明显就是一个学生，因为他有文具嘛，而且有书包，有足球，他还拿过足球的奖杯。那这个应该是个男孩子吧，但也不一定，男孩子一般很少会玩这种 poly 吧，就还而且还是粉红色的 pink poly。 但是女孩而且男孩子怎么可能有一本上锁的粉红色的心形锁的这个笔记本，是不可能的啊！而且他连他这个书包也是一个月牙形的一个紫色的书包，所以我猜这一个应该是个女孩子。哎，原来这里有个柜啊，那我们放这里就好了。全都放这边书架呢，这里还有个画，哎，这画可以挂在这。手办给它拿开一点，太拥挤了，就不合常理了，是吧？都放在这里就不合常理，就可以摆进去一点点。这个还有一个电子宠物机，还挺怀旧的吧，是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没见过。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感觉像个陀螺，哎，你看都是玩具，这还有一个魔方，这是什么？这是垃圾桶，这是一个棋盘，太大了，都没地方放了，糟他妈的糕，先放在地上吧。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拼图吗？没地方放了，老铁。放地上吧。好，最后一，哎，这里原来还有个柜子，那这个可以放，哎，不行，太大了。又是书本可以竖着放啊。再来个剪刀放这边。里面这个不用想，一定是个女孩子。男孩子不可能有这么多粉红色的东西啊。这个放在床上面。那个
还有一个包装纸放这，又是书，书都全丢到这里就好了嘛。哇，这个还有个 Game Boy 啊，可以啊，兄弟，这个怎么这么多玩偶？要有书，兄弟，你看那么多书干什么？不行不行的，放这吧，没地方放啊。这是什么？哦，这是一个逆极拍，拍立得啊，拍立得。先放这吧，没地方放了。这书有点占空间。哎，这个可以放着，这个还有个手电筒，哎，还可以再放一个。哎，还可以放个小车。这里还有绳子。这啥意思？为什么它在发光？啊？哦，我知道了，它这个发光的东西就是说放的地方没放不好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它这个游戏是不允许你乱放的。这个里可以放，这里可以放。OK， 那最后只剩这个。这个不合适啊，怎么办？哦，原来这个柜子可以打开的，我去啊。那我这丢这里可以啊，是吧？你看我们书房就 OK 了，完美啊！这游戏不错啊，我挺喜欢。这游戏挺好玩。挺解压，而且这个游戏非常适合那种有洁癖的人。哇靠，这第二关有点，而且它有两个房子啊，哇，三个房子啊。好，下次再玩啊，这游戏不错，强烈烈强的推荐给大家啊。Unpacking Steam 免费领取，赶紧去啊，明天早上就结束了。